医学心理学在西方的历史并不长，与之相关联的是几位赫赫有名的名字，弗洛伊德、荣格等。在弗洛伊德飞升世界的2000多年前，中国人已经以他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沉默恬淡的面容，做出了系统完备、深刻且极富操作性的医学心理学表述。这个表述至今仍在《黄帝内经》中闪烁着不灭的智慧之光。《黄帝内经》关于医学心理学的论述，不仅涉及面广，而且具体，对心理因素与人体生理、病理、诊断、治疗和预防的关系做了精彩绝伦的总结，给人类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。摇落秋为气，凄凉多怨情，啼哭香水竹，哭坏喜良辰。这是魏晋时代著名诗人庾信的诗，诗中啼哭香水竹一句指的是顺帝南巡病死在苍梧之山，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得到消息后，站在湘江边遥望苍梧山而哭泣，眼泪洒在江边的竹上，点点滴滴竟化为斑纹。这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斑竹，又叫香妃竹。舜又称虞舜，五帝之一，尧帝的继承人。关于舜帝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，据尚书记载，舜是位大德之人，尧帝曾多方面对他进行了考察，尤其在孝恕二字上。最后尧帝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同时许配给舜。据记载，舜南巡的时候年龄已过百岁，他以百岁之身还要最后尽自己作为领袖的一份责任，这种精神的确值得称道。舜驾崩于苍梧山，对娥皇女英造成了最致命的打击。当一个人悲痛达到极致，便是精神的全面崩溃，而精神彻底崩溃之时，意味着生命走到了尽头，这就是娥皇女英哭死的根本原因。远别离，古有黄莺之二女，乃在洞庭之南，潇湘之浦。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句。黄莺二女相逐泪的故事世代相传，尤为历代文人所反复吟唱。杜甫有诗：沧浪水深清且阔，西岸侧倒秋毫末，不见香妃古色时，至今斑竹临江国。李白有诗：洞庭西望楚江分，水镜南天不见云，日落长沙秋色远，不知休息吊湘君。大概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词《潇湘神》。刘禹锡，唐代文学家，著名诗人。作为文学泰斗的刘禹锡，人们比较熟悉。可是，作为医学家的刘禹锡，知道的人便不多了。刘禹锡自幼多病，
常看病吃药，所以对医药颇有心得。30年持之以恒，遂成良医。家人有病，不分老幼，都亲自诊疗。他曾经奉诏参加编撰《本草》和《经方》，著有《传信方》二卷，可见他当时在医学界的位置。大概正因为刘禹锡精通医理，明白人的情感活动与人生命的关系，所以他的诗《潇湘神》读起来才会有一种非同凡响的感觉。斑竹枝，斑竹枝，泪痕点点寄相思。楚客一听遥色怨，潇湘深夜月明时。潇湘一曲斑竹泪，一首首诗词听来使人动容，使人叹息不止。其实早在娥皇女英之前，中国的医学圣贤们便已注意到人的异常情绪对人生命造成的伤害。二飞殉情的古老传说不仅牵动了诗人的情感，他还深深地刺激了中国医学圣贤的心灵。他们思索追问，年年岁岁，寒冬苦雨，冷月清风。当东方的地平线泛出第一抹晨曦的时候，他们终于发现了生命的一个重大真理。皇帝问齐国，天地的运转，阴阳的变化，与万物与人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齐伯回答，问得好，天给人吸入五气，地给人食入五味。五气由鼻吸入，藏于心肺，它使人面容气色美好，嗓音响亮。五味由口食入，藏于肠胃，五味养五气，五气相合产生津液，由津液产生了精神。《黄帝内经》指出，人有五脏化五气，以生喜怒悲忧恐，明确说明了心理与生理的关系，即先有作为生理基础的五脏，然后才有喜怒悲忧恐情志的活动。指出心理是生理活动的结果，生理机制是心理活动的前提条件和基础。精神活动呢，按中医理论看呢，它是和五脏密切相关的。刚才说的那个五志，神魂魄意志，还有个七情，叫喜怒忧思悲恐惊。那么简化呢，叫喜怒悲忧恐，化成五个。喜属心，怒属肝，悲属于肺，忧思忧愁思虑属于脾，恐惧属于肾。精神性的疾病啊，这些现象都有，有的好烦，有的好悲伤，没完没了的哭泣，是吧？有的呢就是沉闷不语，谁也不理，是吧？有的无端的恐惧，无端的恐惧啊，这种病态。其实这个看来呢，按中医呢根据这些表现进行综合分析，都可以按五脏来分类，再辨别它是属于哪一脏的，是属于有余啦叫做实，是属于不足啦叫做虚，是属于虚啊还是有热啦还是有寒啦，就辨别五脏的虚实寒热来治疗精神性的疾病。我们知道人的意志思虑等出自人的大脑，中医学认为脑为髓海，其根本却在于肾，而脑的活动
又有赖于心供给脑所需的血液和氧气。因此，肾与心对大脑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。这正是《黄帝内经》论情志不离五脏的道理所在。《黄帝内经》认为，心是主宰人的心理活动的主要脏器，人的脏腑中与心理活动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心。实际上，它概括了现代医学所指大脑的主要功能。由于心为五脏六腑之主，所以心在情志治病过程中起主导作用。《黄帝内经》指出，悲哀愁忧则心动，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。心藏神，肺藏魄，肝藏魂，脾藏意，肾藏志。张子和路过亳州的时候，遇见一个妇女得了一种笑病，即无缘无故的嬉笑不止，已经有半年时间了。请了许多医生给予治疗，均无疗效，众医生无能为力。张子和诊断后，他用成块的盐以火烧红，放冷后盐细，又以河水一大碗，将盐三两倒入水中一起煎熬，然后放温后给妇女喝下，接着用头钗伸进妇女喉中，令她呕吐，吐出热痰五升，最后再给妇女服用火剂，火煮苦是解毒汤。没过多久，妇女的笑便止住了。张子和说，内经指出，神有余则笑不休，所谓神即心火，该妇女的病就是心火太过造成的。傅维康先生指出，人的心理活动是整个人体的一种机能，故内经认为，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活动，在正常生理情况下是人体对外界事物的反应，为正常的心理现象。它们不仅不会引起疾病，还有利于脏腑的功能活动，对于防御疾病、保持健康是有益的。如喜能缓和紧张情绪，使心气畅达，气血调和。怒有发泄之意，微怒能帮助肝气疏泄，防止气血郁滞等等。因此，《黄帝内经》的医学心理学理论首先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，便是五脏的病变可以导致精神病变。而对这类精神病治疗，就不是从大脑，而是要从五脏入手了。这是中医临床的一个极其神妙的部分。在我们还未接触《黄帝内经》的时候，根本无法想象精神方面的疾病竟会与五脏密切相关，也无法想象中医治疗精神病变竟是从调理五脏开始的。一个妇女忽然常常无缘无故地哭泣不止，有的人说她是中了鬼邪，于是家人画符祈祷，还请来了巫师做法，但是都没有效果。家人只得请许医生前来诊治。许医生说，《黄帝内经》中说肺与悲相关。医圣张仲景的《金匮要略》有一段话说，妇人脏燥，悲伤哭泣，像有神灵作怪，甘耐大枣汤煮之。张仲景的这个方子以补脾而达到治肺的目的，即补土生金。补脾以调理肺，肺调理好了，妇人哭泣不止的病自然也就好了。
个小女孩15岁患心悸病，经常觉得有人要抓她，想躲也躲不掉，母亲整天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又有几个丫鬟保护在周围，她仍然是恐惧不安，由此不能正常睡眠，一家人弄得日夜不能安宁。陆续请来几个医生，都认为是心病，用安神丸、镇心丸、四物汤等药治疗，没有任何疗效，只得另请名医汪石山。汪医生来后仔细诊脉，发现女孩脉细弱并且缓慢，又仔细询问了女孩的病状，汪医生说这是胆病。接着汪医生用温胆汤药剂给女孩服用，女孩服药后很快就安稳了。从这个病例我们看到，小女孩出现的精神疾病的病状，而原因却是由于胆病引起的。这个女孩子17岁女孩子姓盛啊，就胜利的盛，什么症状呢？就一年来啊，不能学习，闭门独处，把窗户关上，门关上，窗帘还得拉上，拉上之后呢，还有时候对外骂，自己到屋里还骂人，骂完之后呢，就自己唱歌，高声唱，低声唱啊，引亢高歌，低音慢唱啊，不停的，妈妈叫，爸爸叫，都不在理的，一天反正到时候凑合吃一点饭，就这么一年了。领到医院诊断呢，精神病院给他诊断的呢叫青春期精神分裂。当问到病人的时候呢，他有的时候也还清醒的，他不是老是糊涂状态，他也可以跟病人讲啊，他也可以把他的病情向别人讲，向医生谈。那么他说呢，有人在窗外的骂他，所以呢我也就骂。其实这是一种幻听现象，他听到有人骂他就对着骂。再有呢，他自己还会说我老想唱歌。再有呢，他说小便疼，小便疼，其实问他为什么，最后才清楚是会阴处啊，会阴部啊，他有这个幻触幻觉啊，有幻视、幻听、幻触，他老感觉有人摸他，有人碰他，所以他感到会阴部疼痛。这个情况啊，妈妈还向我介绍一种情况，说出了这个关上门待着呢，哥哥的同学一来，他就开开门，说又烧茶，又递烟，又倒茶，要倒水。妈妈话说叫表情活跃，看见哥哥来的同学就高兴。其实哥哥同学都是男孩子，还有这么一种状态。那这个情况他该怎么治疗呢？我在用一般的治疗精神分裂的中药方的基础上，考虑到他这个特点，就加了泻脾的药，五脏肝心脾肺肾嘛，泻脾的药。为什么要泻脾呢？除了舌苔偏红、脉象偏硕、跳得快之外，有热的现象之外，它有脾脏的这个症状。那么按照中医的理论，按照我们内经的理论，脾藏意，意就意念嘛。人到青春期啊，其实按心理学也好，生理学都有这种现象，叫做异性爱好的倾向性。16、17岁的孩子都喜欢异性，但是一般的孩子呢，人家都能把这个意思藏住，特别女孩子还得端着点吧。哎，他因为脾有病了，他这点意他藏不住，所以看见男孩子就来兴趣，人家一走了，他就关上门不理别人了，走，这是不能藏意。内经理论里边呢，还有一个脾在声为歌，唱歌啊，正常人我们唱唱歌，那么按中医理论来说有好处，叫醒脾啊，工作一天学一天很紧张，带着娱乐娱乐唱唱歌，脾气一起一兴旺，一旺盛，消化好，吃饭香嘛。但是如果是有事没事的就唱歌，这就是精神性的疾病。精神疾病按中医怎么划分呢？那么这类情况中医也把它划到脾上去了。所以又有这个一些精神症状，
啊，又有这个痞子藏意，这样的异性就过度的兴奋，又有想唱歌，这都是病在脾脏的表现。再加上他有热，所以就用泻脾热的方法。这个病人17岁的中学生，有了一年不能上学了，因为这个病，大概我给他调治了也有2个月，恢复健康了，上学去了。一位女青年经期发狂，类似精神病，目光如电，举止躁动，语言失常，舌质红紫。刘老诊后认为，这是由于血接下焦而引起的病症。用桃仁承气汤一剂，女青年的病症减轻，第二剂女青年病愈。一位姓黄女士，37岁，患者自1985年4月出现睡眠差，不爱讲话，不愿见人，经常无缘无故的哭泣、呕吐、腹泻，思维迟钝，不想上班。某精神病院给她以阿米替林治疗，同年11月开始兴奋，话特别多，讲得不停，睡眠少，自觉精力充沛，爱管闲事。本来他不会打乒乓球，见人打球却上前去指导，爱花钱，喜欢逛商店。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精神病院诊断为躁郁症双向性轻躁狂状态，给他服用妥明当、碳酸锂等药物治疗。病人的发病规律为春季抑郁不语，秋季开始兴奋多话，西药使用随病情改变而改换。到王教授处就诊时，正值春季的抑郁状态，他沉默不语，一开口便哭泣不止，想自杀。王教授诊断为肝胆气郁，痰热内扰，治疗用疏泄肝胆、清热化痰的药物，给予柴苓温胆汤加味，每周6剂，连服6周，病人症状逐渐减轻，再服用20剂后，病人痊愈。在清楚了心理与生理的关系后，我们将进入医学心理学最重要的部分，这就是心理与病理的关系。请注意，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应当知晓的基本生命道理，因为它随时会在你的面前发生，它始终缠绕你，它伴随你在漫漫人生之途跋涉。